Banky 呢即将要起飞了哈，因为其实我今天早上有跟这个 Banky 的内部人员稍微就是聊了一下天，那他有跟我讲说，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投票部分，投票如火如荼嘛。据我所知，应该现在大家选 1.2 帕比较多，然后选3帕的部分比较少。那他们内部有一个声音是在想说，为什么不能够让大家两个都拿？所以这是很有趣啊，因为这张卡片如果让大家就是国内有 1.2， 国外有3帕，那基本上就是打趴我们的 Frigo 卡了，对不对？这其实是还蛮猛的一件事情哦。对，那当然你会讲说，它的基本回馈率因为 0.15， 所以比较不好，所以也没有想要办。但是呢，接下来这个方案其实是有可能成真的，就只要大家你现在要想要拿到这个高额回馈部分，就赶快去他们的粉丝页去按下你神圣的一票，让他们知道说你到底比较喜欢这个还是这个，说不定有机会都能够成型这样子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很有趣。对，那它这个成型的意思，就像我上礼拜跟大家直播分享过，就是如果你拿到它的是金蛋点，你除了换刷卡金可以1:1兑换之外呢，你还可以把它拿来兑换点数10倍送的商品。好，比如说它现在就是什么九阳豆浆机，就是可以就是1/10的价格就可以换到了。那你在 1.2% 的现金回馈之下呢，你其实刷个5-6万块钱，你就可以累积到这个点数，你就可以拿去换啦。那换掉之后，你就把它拿去卖掉，你其实就赚很多。不要卖9折，你卖8折也是好几倍的这个回馈率，所以我都会觉得说，你可以把它的小数点就是往后看一个位数，好，那个回馈率基本上就是12%跟30%，只要你抢得到商品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猛的。那，它这个商品的优点跟缺点，我其实都很明确的跟大家讲过了。那如果你觉得好，你就可以去把它办下来；如果你觉得它还是不符合自己的使用需求，那你也可以不要办。好，这都是市场机制自然而然的事情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好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跟大家讲，如果你跟我这一团的话，你还是有想不完的好康。因为宝可梦这一团基本上呢，我看我的那个 APP 目前已经有203个人跟团了，我们其实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团了。对，那为了感谢大家呢，其实我在3月份还是有打算要举办一些活动来回馈粉丝哦。这个详细的情形我还在规划当中，而且我要去筹那个资金啊，因为我没有钱不能办活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想办法说，什么银行有什么好看，我就是拿一点下来，然后哪个银行有什么好看，我就拿一点下来，然后再把它凑成一个活动再分享给大家这样子。包括就是今天有可能会送出去的新冠3月底券也是一样哦，这都是之前的那些揪团活动有拿到的，有机会的话我就是办活动就大家一起拿走，大家开心。